Hello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安娜 's Vlog 第四期，我是安娜的老母亲戴萌。今天呢，我要带安娜去洗澡了。7个月的安娜终于要去洗澡了，Come here。一。过来，过来。没想到了吧，长大了的你也是这么没有尊严。哟，怎么回事？太紧张了是吧？但是洗澡，今天真的洗澡，真的洗澡，妈妈不骗你，真的洗澡。你上次洗澡你记不记得也是跟 Q 咪姐姐一起的呢，你们是好姐妹，不要打架啦，知不知道？你看看 Q 咪姐姐这个时候毫无尊严。要，他在啃呀，觉得自己可牛嘞。等会洗澡的时候就让你知道，哼。不许出来，要不就洗澡了，宝贝。对他不是馒头的。哼，这么英俊的小脸蛋儿。鼻孔警告，人家 B 站上的猫为什么都这么可爱？你能不能也可爱一点？不听话，你这样怎么才能成为网红猫？你知道吗？你看，昨天发一个你的照片，你有六个阅读量，你是小号吗？我发了他的超话，他真实的就有6条阅读量啊，有3条还是妈妈贡献。哎呀，太重了，太沉了，宝贝。啊，带你出次门不容易啊。让我们看看你这个步履蹒跚的猫母亲。步履蹒跚，你的角度。步履蹒跚，步履蹒跚，你的脚步跟人家的脚步，人家的轻盈，你是多么真的。显得好轻盈哦，带孩子不容易啊，这位妈妈，你看看这孩子在里面，你知道你多沉吗？你这只猪，恭喜戴萌养猪大户，养猪大户啊，从一个小猪养成了一个大肥猪，宝贝，去洗澡了，采访你一下，都不愿意出来。又来到这个熟悉的地方，哎呦，真漂亮！你长得更漂亮了，你每天都变得好漂亮。你出来吗？你出不出来？
宝贝儿 ，come on， 出来！哎呦，没带你的那个玩意儿，带了好吃的。有哪个口味？受不了，是不是热？是热，这位美女。嗯。这皮的要死。妈妈在锻炼你的那个进口感。贴脸拍，变态母亲。别摸镜。我就要去洗澡了。七个月没洗过澡的小宝宝，真的很害怕，是不是？心跳跳超快啊！不要害怕，洗个澡而已，你会习惯，好吗？哎，我的猫紧张到它手上都出汗了，洗个澡而已，别紧张。我们一会儿就能去洗澡了哈，等饮料做好就能去洗澡。他，来吧，我已经准备好了，母亲已经准备好记录，来吧，把他抱起来吧，我拍着他。走路。洗澡了，走吧。是不是他真的不臭啊？也不脏，但是他确实从来没洗过的。进去洗澡了，抱对。我会变成巨人，踏着力气
是我的猫呀！天哪！是我的宝贝，我的宝贝都变成这样了。宝贝，宝贝，走了走了走了，进空间清了没有？这是最胖的吗？四十多啊，这不是贵啊？哎呦天哪！妈妈有一点心疼。平时你自己吹头发的时候会害怕吗？不害怕，我吹头发都在里面吹，就是我们关上它敢接触不到。但是如果不害怕吹风机的声音的话，吹风机不怕的，我们家有那个吸尘器啊，它都不怕。啊，吸尘器，吸尘机器人，它都不怕。又跑下来，又跑下来，好酷啊！它这样，好帅啊！它这个猫。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，如果你喜欢的话呢，欢迎投币、点赞、收藏、评论，然后我的微博账号是 sh48-戴萌，然后我的 B 站账号是喜欢一个戴萌真不错哦，娜娜不要咬妈妈。好了，这期视频就到这里啦，有缘下期再见，拜拜。